请各位仍然站立，低头轻声同众主祷文。主祷文之后，恭请何牧师为我哋祝福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你的名被尊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天赐给我们。饶恕我们的罪，如同我们饶恕得罪我们的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请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都是你的，从现在直到永远。阿们。我们继续祈祷，领受上主的祝福。慈悲的主，万恩的父，求主祝福一众的毕业生，赐俾佢哋有信心与希望，引领佢哋喺成长嘅各项挑战同考验之中，能够倚靠主，以主嘅教导迈步前进，效法主基督嘅榜样，在世为盐为光。由愿全能嘅上帝、圣父、圣子、圣灵赐福俾你哋，保守你哋，从今日直到永远。阿门。